警方荷枪实弹埋伏，就怕发生火火，原警完全不敢大意，步步紧逼，来到嫌犯的藏匿地点，趁着嫌犯没注意，直接攻坚，顺利逮到人，更起获多把枪支弹药，其中还包括了这把罕见的土耳其制霰弹枪。那你四颗。好，这是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清查中部地区涉枪高风险对象，发现53岁的林姓嫌犯喜好收藏枪械，而且居住在南投水里乡的山区，紧邻公墓，地点呢相当隐秘，藏有枪械的可能性相当高。那经过报警，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展开了搜证调查，现场也发现嫌犯住的地方紧邻山坡地，腹地还有许多栋的建筑物，那查缉相当不易，警方出动维安特勤警力攻坚，动用超过20名警力来实施地毯式搜索，除了查获罕见的土耳其制霰弹枪、金牛座手枪以及各式子弹280发，讯后呢也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将这名嫌犯给移送法办。